服务乡村振兴，人保一路同行。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独家冠名播出。现在起网了。拉网、起鱼、解绳、倒鱼，一时间原本空荡荡的甲板上瞬间堆积起一座鱼山。第一网有2万多斤3万斤，很多啊，很开心。周朝阳是这艘船的船老大，今年他已经73岁了。16岁出来到现在几年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拖网作业，南海开渔的第一网终于被拖上了船。看着眼前堆满甲板的鱼，船老大周朝阳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因为在2天前，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8月15日，距离南海休渔结束不到24小时，此时的江洪渔港异常繁忙，岸边陆续停靠了大大小小上百艘渔船，渔民们忙着修补渔网、搬运渔具、粉刷船漆、储存冰块，再一次检修渔船上的航海设备，为明天的开渔出海做足准备。前面这准备工作，在家搞那个网啊，什么东西就搞好啊。这放在小船啊，放在小船就拿下来大船啊，全部就要搞好啊。8月16日中午12点，伴随喜庆的锣鼓声，一年一度的开渔节正式拉开序幕，江洪渔民迎来开海的喜悦时刻。随着开渔令的正式发布，渔民们纷纷点燃了船头上的鞭炮，共同祈祷开渔第一网的丰收。在鞭炮声中，300多艘渔船在渔政执法船的指引下扬帆竞发，驶向大海。经过3个半月的休渔等待，此时此刻，渔民们对于今天的捕捞充满了期待。今天我都是很开心，今天捕那个鱼最好的10万斤，开心啊！最多有5万。漫长的等待不会辜负任何一位有心人。周朝阳有着60多年的捕鱼经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大海的脾性。以前呢，在大队里面捕鱼啊，很辛苦。现在就不同，
种的个东西全部都机器拉起来，不要人工树立了。如今，在周朝阳的驾驶舱里，满满都是一些现代化的航海设备。现代渔船的舱室上，各类航海仪器成为渔民的好帮手。他们不再盲目下网捕鱼，而是借助电子显示屏里的图像，追鱼逐浪，挺进深海。第一个就是披风机喽。拉网啦，那个船找多少海里啊？这些看见这个哦，这个就是探鱼机，探鱼机就是探有鱼啊没有鱼啊，这个，这个就是雷达就是我要对船那个拉网了，那个距离的一定要。加更严下网了，开船的时候呢，他的钢母都好后边。渔船在海面上乘风破浪，行驶了大概四个小时后，周朝阳开始缓缓地放慢了速度。全部就是鱼，准备起吧，来一位，钓，钓啊，钓下弹骨诶，这个老罗呢？钓，钓我包来，钓我包来啊，钓。船老大一声令下，甲板上的船员全部开始动了起来。他们有的拉缆绳，有的操纵起重机。等到渔网露出水面的时候，船员们开始拉紧渔网，取下船尾的铁柱。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一网究竟能捕捞上来多少鱼呢？传统的起重机一次只能拉起10000多斤的鱼。在丰收的海洋里，船甲板上的船员显得格外繁忙。在齿轮的转动下，两条粗绳被慢慢拉上来。船员们用力解开绳口，上万斤的鱼瞬间倾泻而出。乘风破浪，向海而生。
白忙活。甲板上一箱箱新鲜的鱼，正是来自海洋的奖赏与犒劳。而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夜。丰收季，在江洪镇的笑口滩，这里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小吃街、音乐节、露营地，随处都挤满了前来游玩的游客。游客们凌晨不眠不休，还在等待一场更大的狂欢。沃野应初心，人保助振兴。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独家冠名播出。凌晨三四点，往海平面望去，漆黑的夜中，红蓝色灯光闪烁，俯瞰江洪码头，点点星光闪耀。开渔后的第一天，这里也迅速焕发了生机。临近码头，摊主的吆喝声、客商的还价声、渔船的汽笛声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个天一亮就会消失的天光鱼市。海包呀，我应该怎么搞？那挣钱有一点贵的。啊，会看呢？在呀。啊。看不？海包底下拿单的。拿单的。拿单的。你看，你是刚捞上来的。我平常在叫住他，妈都误涨。老板说刚刚才捞上来的。在呀。什么鱼？沙煎鱼，沙煎糊了俩，外脊，外脊，20块，现在20块。这个小的是金骨鱼，是比较小的。大亨来做啊？半年有这样。这种是东风螺，105块钱一斤。在湛江，一提到哪里的海鲜最鲜甜，江洪渔港肯定名列前茅。这里不仅是湛江西海岸最好的天然良港之一，也是当地很多大型海鲜市场的货源地。而经过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开渔第一网的鱼往往是最丰富的，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鱼在这里都能被找到。正值开渔的第一天，许多客商早早就已经来到这里等候，准备采购最新鲜的鱼。这是什么鱼啊？这么大？我不懂。哎，这是什么鱼？但是这个鱼160块钱一斤哦。哦，这种螃蟹过年100多块钱一斤。那牛的呢？过年100多块钱一斤。那现在呢？对了，走了。现在便宜，走了，20多块钱。有自己的小算盘。船老大周朝阳的老伴黄红娥，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计划着出门时间，一大早就来到码头，等待周朝阳大哥的渔船靠岸。早上是几点起床？我们一般有时候是3点多钟，有时候就5点多钟就来。我是来
当周朝阳的运输小船一靠岸，老伴黄红娥立马打起了精神。在这个拥挤的鱼市上，已经70岁的黄红娥搬起一箱箱鱼来，依旧身手敏捷。在天光鱼市，卖鱼的小摊多达上百个，而且每个鱼摊都挨得非常近，间隔不到半米的距离。在这么激烈的交易竞争中，黄红娥卖鱼又有什么诀窍呢？哎，嗰啲啊，40蚊啦，嗰啲40蚊啦。冇咁冇咁冇咁。啊，不是我杯就做。啊，得等一下我食。啊，到第二集再去食。啊，你嗰波到一十杯就。多钱啲吧？你跟队长，得等你。咩啊？咩啊？盐盐，冇啲。你嗰只冇多。冇肉嘅，水少少一杯就做，维少把啲嗰啲咯。冇啲。冇我强将我做半仔包嘅。咩啊？冇啲，能黐乜啦？一齐。嗰啲啊，嗰啲捞起嚟系嘛？我们就是一般按那个价钱合适一点，交给那个客人来，就是斤斤计较，看出来这个鱼，30块可以少2块就可以，没关系。笑脸相迎，和气生财。黄红娥亲和的性格让光临小摊的人络绎不绝。从清晨5点开始，2个多小时后，黄红娥筐中只剩下一些小规格的鱼。为了卖光所有捕捞上来的鱼，她和几个姐妹在鱼摊旁边搭起了简易餐桌，凑合着吃了早餐。在天光鱼市，鱼的价格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开市时20-30元一斤的鱼，临近休市时4-5元就能买到，价格波动之大让人意想不到。黄红娥不停招揽客人，这最后仅剩的一点鱼究竟能不能全部销售出去呢？我一定不会落吧，如果我把给那些点卖，多少钱你不便宜，便宜不到一次，该接不接，没得事，真是好咯。拿一只钱没钱，对，拿一只钱，拿一只钱呢，拿一只钱，把它堆了，来，拿一只钱了，我得过了，拿一只钱，哎，太晚了，收工了。忙碌了一上午，黄红娥总算把全部的鱼卖完了。而当天一亮，气温上升，鱼没了新鲜的优势，所有的鱼摊也将开始撤离。这就是天光鱼市天一亮就会消失的原因。那最后是多少钱？1万1000多块。我估计是这最合适的嘛，我估计是11万1块，这个确实差不多。那我等一下还要干什么？把那个鱼仔上来呀、啊，卖给老板，就是那完工了。等一下呢，走过来这边。大鱼不愁卖，小鱼有桶销。在江湖码头的一个角落，这里还有一个收购小鱼的集散地。开鱼的话，你每天都能收购多少鱼？每天呢，收多呢100多吨，收小呢几百多吨，100多吨的30多万。卖是
王月莲是江洪镇收购小鱼的负责人。当天光鱼市的鱼贩把大鱼中鱼卖出去后，所有的小鱼就会被统一运到码头的这个地方，卖给一些人鱼啊，卖给一些做做料啊，一块三一斤啊，什么客户的需要都来卖，山东啊，福建啊，好多客户。另一份收入。当大鱼小鱼有了去路，天光鱼市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附近的打包档口才开始新一轮的忙碌。好多人都比较喜欢吃海鲜，他们都来买来急冻，打包快递寄走。邱凤莲是这家打包档口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小店在休渔期的时候几乎不开张，每年生意最火爆的日子也就是丰收季的这段时间。游客过来吃我们江洪的海鲜，虾比较多，还有皮皮虾，寄快递，一般都是广州啊、三藏啊那边比较多。作为得天独厚的滨海小镇，渔业是江洪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从出海捕捞到鱼市交易，从小鱼收购再到海鲜速递，一个开渔季不仅关乎着小镇渔民们的生计，也让外地游客感受到来自海洋丰收的魅力。逛鱼市，吃海鲜，随着大量游客的涌入，此时的海鲜小店也迎来客流的高峰。因为这边就是花蟹出名啊，什么江洪未来不吃蟹之类的，所以就花蟹一定要试一下。那从广西过来要多长时间？三个小时啊。三个小时，就是为了来看这边的开鱼。在这个小镇上，人口有3万多，常住人口只占了1万多，平时的餐饮需求量并不大。随着丰收季的到来，小镇的接待能力已经不能满足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为了给游客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当地管理部门临时增设了许多大排档摊位，王耀华便在指定的餐饮区域内开启了自己的海鲜大排档。这是白虾，白虾，对，今天的话就是比较新鲜，比如这些花蟹，像这种的话，价格怎么样？今天的话这还是可以的，像这种的话才30多块，这个68块一斤，嗯，这个就贵一点点，还有虾骨都是码头进的，皮皮虾68。我们只要就是海鲜加工，估计一天的话也有2万多块。一个开渔节带火了一个小镇，从白天到黑夜，从海洋到陆地，我们看到了渔民与海共舞的拼搏，也感受到各地游客品尝海鲜的喜悦。我们江洪渔港开渔第一天的捕获量呢，大概有1200吨，成交额呢大概2000万。初步估算，开渔节当天到来到访的游客呢，有10000人，旅游收入大概是800万。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变成产业蓬勃发展的文旅特色镇，江洪镇实现了蜕变。2022年，江洪镇的渔业产量达5.3万吨，产值超过7亿元。这里几乎家家都从事与渔业相关的工作，每一个家庭
都是海洋经济中的一个缩影。本节目合作伙伴中国移动邀您收看《乡村振兴中国行》。区别于传统的出海捕捞，湛江的海上养殖也迎来了大丰收。在湛江市峡山区的特城海域，海面上遍布着500多个圆圈，而在每个奇特的圆圈下面都隐藏着上万斤的鱼，总产值上亿元。小亭田圈6米8深，每兆口养鱼25000斤。赖日贵是管理这批网箱的负责人，他从2003年开始养殖金鲳鱼，至今已经有20年的时间。早上6:30开始，赖日贵就从码头出发，来到了海上的养殖网箱。今天他还有一笔大订单需要完成。我们今天订单有8万斤，8万斤，捕捞多少个网箱？要我们大概捕捞6个箱。此时的海面十分平静，这些网箱下面真的能容纳这么多鱼吗？对于上万斤的捕捞订单，组织一次捕捞的阵仗可不小。赖日贵一大早就开始打电话催促捕捞工人和组织运输船只。当带有起网机的货船一靠近网箱，所有的工人都忙活起来了。现在我们先是捕鱼的第一步，先把沙包洗起来，然后网就可以上浮。沙包大概一个多重？一个60斤，固定的那个网下面的网底保持平衡，不被潮水吹移动。随着一个个石锚被拉到网箱上，工人们解开网箱上的绳子，将整个渔网汇集到一个角落。起网喽！起网喽！就这样，把一步一步啊。随着渔网的口子被慢慢缩小，躲藏在海底的金鲳鱼开始在水里翻滚，上万斤的金鲳鱼慢慢跳出水面。工人们抄起一个直径超过1米5的大网兜，一个猛子深深地插进了鱼群。顷刻之间，上百斤的金鲳鱼尽收囊中。旁边的渔民还会用小网兜打下手，使大网兜装满了金鲳鱼。
保证舱内的温度要哈、啊、要达到标准，那以那个质量才不会变。20年的养殖经验，让赖日贵养出的金鲳鱼品质上乘，务实严谨的性格更吸引了很多客商跟他预定采购。我们养的鱼的都是金黄色的，质量很好的。我们现在是10几块钱一斤，将近20万，20万，白花花的银子啊。小运输船的捕捞，更多的是依靠人力进行转运。一个网箱的转运，一般要花上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而在旁边几十米的网箱旁，还有一台大家伙正在紧张工作。一起一落之间，大型起重机一次就能转运几千斤的金鲳鱼。这种就是吊机起吊了，然后一处可以抓1000斤，1000斤，刚才那个是400斤，机械化来运作的，就没那么辛苦，比刚才那个人工那个轻松好多。在起重机的旁边，3、5个装舱的工人等着吊篮靠近，工人们只需要把底下的绳子轻轻一拉，上千斤的金鲳鱼瞬间落到了船舱里。金鲳鱼在海水里生活时，体表的颜色一般为银白色，而一旦捕捞上岸，鱼饵出现缺氧的情况后，它的鱼尾和鱼鳍就会迅速变成金黄色，鱼体金银交错。经过近4个小时的装运，8万斤的金鲳鱼装满了2艘运输船的船舱，海上的订单捕捞也终于顺利完成。接着，这批金鲳鱼会被运往哪里呢？中午12点，在湛江市峡山区的渔人码头上，收购商已经等待多时。当运输的船只逐渐靠岸，码头上的起网机也开始作业。工人们迅速将船舱里的金鲳鱼转移到运输的车辆上。争分夺秒捕捞新鲜的金鲳鱼，以最快的速度送进加工厂。在这里，金鲳鱼经过简单的处理，便会被送往速冻锁鲜的生产线。凭借着现代食品工业的迭代升级，冰鲜金鲳鱼不仅能最大程度锁住营养，而且还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走上了更多人的餐桌。如今，金鲳鱼产业已成为湛江极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主导产业，深海养殖网箱数量超过3500个，一年出产金鲳鱼总量达10万吨，占全国的40%。金鲳鱼产业年产值100亿元，直接从业人口约10万人，带动了种苗、饲料、养殖装备、加工与流通等全产业链的发展。本节目合作伙伴中国移动邀您收看《乡村振兴中国行》。大陆之角，神州之尾，
是很多人对于徐闻县角尾乡的亲切解读。在雷州半岛最南端的登楼角，琼州海峡和北部湾的海水相会于此，潮涨潮落之间形成了一只伸向大海的牛角，故而形成了壮丽的海洋景观。开渔丰收的季节，这里迎来了大批的游客进行观光旅游，大家踏浪逐行，游水嬉戏。而在登角楼附近的河水线上，一场独具地方特色的非遗舞蹈正在上演。台工帮舞，就是我们生来是从明代的时候呢，已经遗传到了现在。明朝的时候呢，是为了对抗那倭寇啊、海盗啊。后来我们生来组织那年龄新的人，协会那个田白光舞，为了保护那松棉。藤牌工班舞主要以藤牌为主，搭配不同的手持兵器进行阵势的变换，是兼具武术对抗和打击乐特点的民间武术表演。2012年被列入广东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此有趣生动的表演，也吸引了很多游客体验模仿。挡上这边嘛，再上在这边嘛，把那刀拉下去，拉下去插过去，啊，就这样了哈。这个是就这样插，再交一片给你们看一下。这要上马，上马把这个把这藤牌要从这边再上过来，要等死它，转下来，从这里的刀再插上去吧，是吧？你们学一下给我看一下。非遗表演者大多是角尾乡的村民，他们之前很多人都在外务工。如今，角尾乡通过组织文娱活动，搭建海洋文旅平台，积极招募这些村民回乡表演，目的就是为游客献上精彩的文化盛宴。后来我们也带好呢田牌公舞过来转人给他们看一下，也来弘扬我们那个田牌的那个非遗啊，也是为了更好的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我们这边观光。角尾乡的位置极为独特，三面环海，海岸线漫长且曲折，这里的海域礁石滩涂较多，非常适合赶海劳作。来到角尾乡旅游的游客们一定不会错过的就是最具渔村风情的赶海活动。傍晚六七点，在这里的海滩上聚集了上百人进行赶海，大家拿着背篓和小桶，各自在滩涂和沙滩上寻找海鲜，感受滩涂礁石上的海洋丰收。慢慢扣，慢慢扣，不滚动的，扣紧的扣，别说没扣住的扣啊。住在海边的渔民对大海的变化熟悉又敏感，每逢海水悄然退却，大片海滩礁石露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三五成群带着工具，提着水桶赶到浅水区，敲生蚝、挖海螺、抓螃蟹，采集各种各样的水产海鲜。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来说，赶海是他们的日常生活。黄梦兰就是赶海大队里的高手。他就找这些东西有什么技巧吗？就要看到他喷水了，就会有惊喜了。你看你特别厉害，你都要带一个助手来帮你那个提那个海货。我经常来赶海的。惊喜耶，挖到两个了。哦，是什么？这是那种白螺。你过来这边一下。一人赶海，全家出动。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黄梦兰的海鲜就已经铺满了桶底。不行了，不行了，等一下，哇塞，宝贝好厉害，你挖到这么大一个。没有。嗯，我也等着你挖。不行，妈妈给我了。如果说赶海是本地人最朴素的生活，那么对于外地的游客来说，这才是他们亲身拥抱大海、感受海洋丰收的一种方式。然后，因为我们重庆那边没有大海，所以到这边来的话，就感觉特别特别新奇。今天赶海都赶了些什么东西啊？就抓了一些螃蟹吧，就是这些小的青蟹。吃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这种，就这种旁边这种小绿色这种，煮螃蟹粥，放在砂锅里面去煮砂锅粥也可以，然后拿来蒸，直接蒸来直接吃也可以。赶海的趣味让很多人流连忘返，但是随着潮涨的时间越来越临近，村民和游客也不得不赶紧撤回。第二天，游客们便可以悠闲地坐在海边赏美景、吃大餐，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猫眼螺啊，梭子蟹啊，吃起来都很鲜甜。这里住的房间也很有特色，我挺喜欢这里的风景的。走进这个小渔村，我们可以发现随处都有用贝壳、海螺、生蚝壳装饰的房子。作为第一批海洋主题的民宿，南极村艺术家部落从2016年开始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设计师，共同将这里打造成独具海洋元素的小渔村。交通也不便利，然后村子里面当时可能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几家，也更不用说什么就是很好的一个住宿环境了。现在的变化可大了，就是这边现在的话那个入住率可爆满了，尤其是寒暑假一房难求。蒋伟乡的人海边出生，海里成长。这里的海滩给人最大的印象是到处都有贝壳和生蚝壳。过去当地人会拿这些东西来装饰房子，如今随着旅游的兴起，这些独具特色的院墙和装饰也成了蒋伟乡民宿的一大特色。在蒋伟乡，除了有趣的飞蚁表演和赶海后的海鲜大餐，这里还有一件吸引游客的利器——珊瑚。来到这里的大人和小孩都要一睹珊瑚的真面目。你看这个，它上面那个是红色的，你看没有？这底下还长了这个，它的嘴巴跟蓝脸。这个你看一下，它是不是只有一个虫体，真的长出来嘛？一个小小的嘛。它的上面最顶端是不是只有一个口？那个就是它的嘴巴。在徐闻县蒋伟乡的珊瑚活体馆，每天都有游客慕名而来。珊瑚成为渔村里的大明星，很难想象，原本深藏海底的珊瑚，现在居然变得触手可及，游客们隔着玻璃就能看到美轮美奂的珊瑚。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珊瑚礁数量逐渐减少，但是在湛江市徐闻县灯楼角沿海一带，却有一片发育和保存完好的珊瑚礁。而这里的珊瑚能够维持良好的生长，离不开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日常巡逻。谢绝便是巡逻小分队里的一员。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他们经常到沙滩巡逻，对外来游客进行科普宣传。啊，小朋友你好，这个石头呢，它是生长在海底的，这个这片大海底的，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这个东西你要告诉你爸爸，这个只能捡来玩的，捡来玩一下，不能带回去的。嗯，请你玩了就得放回大海。随着大海的潮涨潮落，原本生活在海底的珊瑚死亡后，其骨骼断肢被海浪冲刷上岸。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为了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这些珊瑚石不可以随便带走。一点一滴的寻护与宣传，为的是让更多人了解珊瑚礁对于海洋的重要性。如今，蕉尾乡通过组织游客赶海捕鱼，打造海洋特色民宿，修复海底珊瑚礁等举措，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旅游观光。2022年，来到蕉尾乡旅游人数突破40万人次，带动旅游经济收入达6000万元，走出农渔文旅融合的渔村共富路。秋季的丰收不只是陆地的丰收，从开渔捕捞到鱼市交易，从传统养殖到生态修复，大海在所有人的呵护下变得越来越丰盈。我们也在渔民和游客的脸上看到了满足和喜悦的笑容。在广阔大海追逐丰收的希望，滨海城市的人们正在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